名字叫十八，今天要坐摩天轮。我需要个盘子，我需要两杯，我需要水。先放上彩虹糖果。让水淹没糖果，然后我们就等吧。等的时候也可以玩会儿玩具呀，我的娃娃们好想进去玩。你们耐心等会吧，很快就好喽。你看，是不是很漂亮了呀？彩虹摩天轮好啦，我要开始装饰啦。都是我到处捡的宝贝哟。看，是不是更漂亮了呀？电光光。